我们第二位登台的合伙人将是苏有朋和他选择的飞行合伙人陈志鹏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正确的念法应该是夏亚弄，夏亚弄，夏亚弄啊。先不到一分钟、yeah、他带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火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着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普通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取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下山哦，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生存就有恃无恐，空空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爱不虚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加山农，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生存就有恃无恐，口口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取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自己陈奕迅啊，你粉衣服的，你扮演的龙最受欢迎，隔壁的人都在等你啊，哦，赶紧走，哎，
好凶哦！走了，赵明啊，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董鹏啊，谢谢啊，赶紧的，好说鹏啊！猜测不知道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剧中剧，戏中戏，对不对？你们俩其实本来就是耍龙的，对不对？他是歌词里面那条龙啊，我是他师弟，他是那个三师弟哈，三师弟是二师兄，沙无尽，沙无尽，你想着要做师兄我也不介意啊。有这样的一个戏中戏的设计是谁想的呢？是我想的，就是我们一起出道的。当我看到志鹏受了这么多的争议，只是为了要做自己。我从来没有正式的发声过，所以我特别选了这一首歌来表达我对他的支持。他在我心目中就像歌词里面陈奕迅看到的那一个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那条龙，他娱乐了自己，他成为自己的英雄，他是我的英雄。好，大家喜欢吗？喜欢。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那个舞狮的狮子头放下来以后，两个人在没有灯光的地方来了一个非常紧密的拥抱。我觉得这么多年以后，我刚才全程都是嘴角上翘45度的那种，然后全程笑着看完这场演出的。但是在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就让我又感觉回到了那个年代，你们只要在一起，在这个舞台上，你们就是最棒的唱跳组合。谢谢。谢谢。我不是听小虎队的歌长大的，可是在这一刻我被鼓励到，是觉得有鹏哥跟志鹏哥选这首歌是为了鼓励很多人，可以像最后那个导演一样说你们是隔壁棚的，你们走错了舞台，但是我有这5分钟的时间可以在走错人生片场的机会扮演自己主角的机会。我觉得那一个刹那我又被打动了，这就是他们用天赐的声音告诉大家我们如何让音乐是充满力量的，这就足够了。真的谢谢，谢谢大大，谢谢谢谢大大，谢谢那份默契啊，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变质，这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你可以从这个另外一个人身上你可以感受到我完全放心有他在的感觉，就像亲人间的爱。我们在你们的表演当中，我们在音乐当中，为什么音乐这么伟大，就是真的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开心的，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感动。谢谢你们的感动。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棒。这次来真的学习很多，也听了很多很真实很诚恳的告知，然后也都吸收进去了。那未来有机会再来，我觉得会比这次更好啊。而且在这边要郑重的告诉大家，我们家二师兄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表演者，请给他掌声鼓励。应该是有30年没合作，但是那种合作的默契、开心的氛围是没有办法用言语的，就跟家人一样。